Okay, I'll give you two. One, two, three, two, two. 旅游很好玩，去你想去的地方玩，跟你想玩的人去玩。旅行的时候就牵着手带你去旅行吧，想做你的眼，带你欣赏四季，穿越人海，播放你是我的眼。一，旅游是一项很好的户外活动，它能使人心胸开阔，心旷神怡，调节人心理活动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强身健肺，对我们的健康大有裨益。二，走万里路，过万卷书，旅游能开阔我们的视野。三，携友同行，增进与朋友之间的友谊。四，欣赏风景，放松心情。跟主人去旅游很好玩，我的主人很喜欢周电影，我的主人很喜欢音乐，你家住在你心里。熊猫写危机电影再见了，此次片段结束，非常谢谢你看我的电影，谢谢收看，下午再见，谢谢你。制作人熊猫小姐，制作人钢琴先生。